三二一 ，Action！ 啊，暂停，那你再录。绿色的爱讲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一。好，欢迎玲玲开箱曲。三二一，摸鱼吧，相似度100%。耶！这是爸爸的磁性白板贴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好，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角白板贴。哇，今天我们拆掉了。这个是一大片的纸，好，帮忙把纸拿去旁边。接下来这个是真正的白板贴。这也是真正白板贴，里面好像又包了什么？我好像没有包什么嘞。来，加油，再来。OK， 里面没有包什么吗？哎，有，都掉到前面去。帮我，好，赶快去拿。我们的屋子。喂，玩过去。哇哇，玩过去。喂，为什么我离开屋子？我也要进去屋子啊。好，这就是它整体。啊，爸爸，宝丽龙可以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宝丽龙包！耶，宝丽龙可以给我们。第一包，第一包，你不能偷它。第一包重重的，是一根的。这个是白板的那个齿贴贴的。再来，磁铁。这是磁铁，磁铁加白板笔。看，叮。这里可以好好解决。这里有白板笔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多支白板笔，五，没有长，六、七，喂，那个也是配音的，抓起来，哦，这是尺，这是一根的那个，它们合起来是彩色白板笔。好，这个是磁铁，还有红色白板笔。啥啦？哎，对，我这样就可以表演那个。我也要。他飞掉。我在找路。今天好。你以为上课有没有在听？对，就是吃。白板贴要贴在爸爸房间钉的木头上。接哦。那就是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再看爸爸弄的画面。好，我们下次准备。这一块白板呢，买了好像980吧。白板贴。白板笔，这个一二三，一啊啊！因为我会一了嘞。这边有了缺口，10公分乘20公分，所以我要在这边你要踩一个10公分乘20公分的缺口。过来，我需要你。可是爸爸要教我帮忙。啊！啊！我少踩一条。它是我的只有80公分，忘记了，所以还要再裁一条，还要再裁一个10公分的吊。谢谢。巧克力豆豆，碰哥碰了。我等一下剪的、啊。
我要沿着这线剪，你帮我擦掉。我真是厉害。好。现场看还比较清楚。有拍到。这么细。又太小了。为什么会？它为什么会裁掉？裁掉还是会变这样？啊！我裁二十公分，靠腰。啊！那你还是贴上去好了。我们还是贴上去，然后那边到时候再裁个十公分补上去好了。假如我怕裁错了，这块先贴上去好了。对。再弄了下去就变裁五公分。这边对齐这样、你下面对齐为主，上面人家看不到。你要先撕我这边的脚吗？哎，好，你那边弄好啊。看下面怎么了？来，你来。来吗？来啊，你慢慢那个。你先慢动，我再把它放下。交给奥迪。啊？交给奥迪。好，你先不要动。我上面把它。你把它卷。可以用卷吗？好，这样可以。你慢慢拉。拉得动吗？好。在往你的这边，再来。还是不来了？来，蹲下，好，把它放下去。会拉太快吗？不会。太难。刚才怎么会裁二十公分呢？不过也还好了，无所谓。好吧，我再裁一段啊，补上去好了，反正边边应该没有人会去介意了。85公分的，记错了，所以这边是5公分，对哦，86公分呢，这边是6公分，当初是120×86，我一直记成120×80。所以这一条要裁了6公分出来。就是你帮我弄着下面，让它尽量。对着这一条线下来。
那边有一条线，好像也还好。嗯，收工。喜欢我贴出的白板贴呢，记得按赞订，别忘按赞订阅分享。喜欢我的白板贴呢，记得订阅我。好，就看他会贴什么东西上去吧。拜拜。OK， 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荧幕放上去，更不会介意了。我根本不会介意啊，一点都不介意，超级不介意，宇宙无敌不介意的。小胡来，看起来觉得怎么样？还好。什么叫还好？要很好或是不好？还好。我看出哪边有问题。来。爸爸。啊？不能上去，那不是这个板子不是给你们写字的。等一下，爸爸。啊？那个会不会太提了？那里啊？那你怎样？那里太贴了。太贴了、哦，哎、嗯欸，妹妹发现问题了。对，太贴了。嗯。爸爸帮你换一支笔好了。喜欢的，我的。哎、欸，黑笔呢？黑笔呢？都不见了。黑笔嘞？你是这样写的？对啊，你是那样写的。没错，没关系啊，小朋友。哦，这样。你换支笔会不会比较好写？那个，你看这支笔会不会比较好写？因为这个细的，好像感觉没有很好写，是不是？所以留下什么？美日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可见两姐妹也没有发现这条缝，这一条缝。哎、嗯，你怎么跑在这里？你有发现什么吗？这啥？这没有切好了。这一条算好啊，怎么后面有？没关系啦。这个不用检查这么仔细啊。不需要。这里。这边是妈妈顾的，顾得很好。好了，下来，下来。所以还是妈妈比较好嘛。下来。马屁股，马头。他吸得住吗？哎，好像太重哈，这马头掉下来了，磁力不够。嗯。马屁股。啊？对。马头。那个马头会掉下来。都是你白板磁力。你看哦。对。
边。没有，是那个马太重了，所以马不能放这里。那你买那个？可是屁股可以耶。强力的怎么贴？啊，就是贴了上去啊。说你强力的。强力的什么问题？我说我想把屁股贴上。哦，它磁铁是磁力不够。它里面有铁的成分啊，这个磁力。哦，所以主要是马的头太重了。一边有磁力，一边没磁力。啊，是哦，没有，你看这可以上啊。你看头跟屁股要粘在一起，所以一边有，一边没有。没有，它也是有磁力啊，不然它直接掉下去不会。来，姐姐，你看这只为什么可以上？那它的屁股不能上啊，它的屁股呢？绿色的屁股。它屁股也可以啊。屁股也可以啊，它两边都有了、啊。只是有的马头太重了，磁力不够的话就掉下来。这样子，来，屁股你站着也是主人。来，一样，屁股，加油。那个马还是拿出去外面好了。来，屁股。总不能屁股都放我这里吧？它太重了，屁股接屁股。两个屁股呀。哎，这不是那个、啊，那个，这米老鼠呀。对啊，米老鼠。好可爱呀、哦！好，来，我们换个版 Mickey Mouse 好了。这个可以帮他们撑着、啊。哎，对吼，我都忘了，我都忘了。好，马头，马屁股，马头，然后马屁股，马头。来，妹妹给我吃一个，妹妹给我吃一个。马屁股。妹妹给我吃一个，妹妹给我吃一个。你的背后有个好笑东西。还有最后一个马头啊。关掉。屁股。最后一个画面。等一下，我还好。叮咚，妈妈的马头，你看那马头，我也看马头啊。叮咚，然后，叮咚，叮咚，叮咚。好了。